大家好，今天迪迦奥特曼来到面包超人的汉堡店，他选了第一个套餐，这里面有一个面包超人的汉堡包，还有一盒炸鸡块，这里面还有番茄酱和奶油酱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汉堡套餐有一个奥特曼的惊喜盒玩，迪迦奥特曼还想点一杯饮料，他来到了饮料贩卖机。迪迦奥特曼买到了一瓶面包超人的苹果汁饮料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买的汉堡套餐里面都有什么。这是惊喜玩具，然后还有美味的面包超人汉堡包。太好吃了，吃完了汉堡套餐，迪迦奥特曼又来拆惊喜盒玩了。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这好像是人偶的玩具，这里面有四个种类的人偶，那我们会抽到哪一个呢？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这时候掉出来了一个人偶，这是人偶的头，让我们把它装上去。这不是迪迦奥特曼的人偶吗？这里还有很多手的模型，让我们来选择这个全的，把它装上去。那装好之后，就和我们的迪迦奥特曼一模一样了，看起来好迷你啊！迪迦奥特曼买到了他自己的人偶模型，好开心啊！今天的惊喜玩具太好玩了，我下次还要再来。初代奥特曼也来汉堡店买套餐了，他选择了第二个套餐，这时候掉出来了热乎乎的苹果派，还有一个红精灵的汉堡包，这个汉堡包里面还有芝士呢。这个汉堡套餐里面也有一个惊喜盒玩，初代奥特曼觉得还不够，来到了糖果机面前，他还点了一杯糖果饮料。这里面有各种口味的糖果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初代奥特曼的汉堡套餐里面都有什么呢？有一个惊喜盒玩，还有一个红精灵的芝士汉堡，嗯，好美味啊，让我来试一下。太好吃了，还有一杯满满的糖果饮料。初代奥特曼把满满的一杯糖果饮料喝下去了，吃完了汉堡套餐，初代奥特曼又来拆他的惊喜盒玩了，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让我们拆出来看一下。这时候掉出来了一个人偶，这是哪一个奥特曼的人偶呢？这是奥特曼的头，还有手部也一起拼装上去，他的手和脚还可以摆动呢，让我们来摆一个帅气的姿势。这原来是初代奥特曼的可动人偶，太好玩了，初代奥特曼买的汉堡套餐里面居然有他自己的可动人偶，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赛罗奥特曼也来到了汉堡店，他想要来买汉堡套餐，他选择了第三个汉堡套餐，这时候掉出来了细菌小子的巧克力汉堡，他的汉堡套餐也有一个惊喜盒玩。
赛罗奥特曼觉得还不够，他还点了一杯面包超人的可乐饮料，看起来好好喝啊。这个细菌小子的巧克力汉堡味道怎么样呢？让我来试一下。嗯，好好吃的牛肉啊。吃完汉堡的赛罗有点口渴，他还把面包超人的可乐也喝下去了。吃完了汉堡套餐的赛罗又来拆他的惊喜盒玩了。出现了，这好像是一个怪兽的人偶。这是什么怪兽呢？让我们把它的头拼装上。这也是一个可动的怪兽人偶。它的尾巴在哪里呢？原来在这里。让我们把它装上去。那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怪兽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赛罗奥特曼抽到的这个是怪兽人偶，他也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贝利亚奥特曼也要来买汉堡套餐了。Oh no！ 太可惜了，贝利亚来得太晚了，汉堡都被人买完了。幸好这里还有一个薯条。薯条炸好了，香喷喷的薯条，贝利亚肚子好饿啊！他一口气就把薯条吃完了。贝利亚的汉堡套餐也有一个惊喜玩具呢。出现了，这好像是一个怪兽的人偶，有两个大大的钳子，钳子还可以张开。这是怪兽的头，那这是什么怪兽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它的两个钳子还可以往上摆，好像在做叶的姿势。贝利亚好开心啊，虽然没有汉堡套餐，但是贝利亚买到了薯条，而且还有一个惊喜玩具，太好了，他下次还要来汉堡店买汉堡套餐。那今天的奥特曼买汉堡套餐惊喜玩具就到这里，更多更好玩的惊喜玩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